法律常识节目《逍遥法外》，主持人 Raymond、Debbie。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逍遥法外》。嗨嗨，咁继续有 Raymond 同埋我 Debbie 啦。Hello，Debbie。系啦 ，Raymond， 我哋之前咧上次讲过咧。人生之中其實都需要幾位知己啊、朋友咁樣嘅。嗯，你有冇噶？你都有噶嘛？梗係有啦，你講到好似冇朋友咁。我上一集就講完律師嘅兩個好朋友啦，唔係三個講嘅兩個。係啊。咁你又冇三個好朋友嘅咧？咁係要職業上面定係 Debbie 嘅身邊上？你係一個你叫唔叫做一個演員 ？Artist 啦。Artist 身邊有冇三個好朋友嘅咧？我想咁一定會有嘅。咁 你上次都講有法官啊，官有客户啊，客户係啊。咁客户都好明顯係我哋其中一個朋友啦，米飯班主嚟噶嘛。耶，好緊要，好緊要，好緊要。啱啊，全靠你俾啲工作我哋去幫你宣傳你哋嘅產品啦。咁如果要你諗多兩個好朋友咧？我諗對某一啲artist 嚟講咧，經理人應該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朋友嚟嘅。哇！是吧是不是唇齒相依的呢去到都是我覺得如果你是找到一個好的經理人大家的理念相同呢並肩作戰的了其實真的因為他就幫你的 level 無限發大啦又做中間人幫你談很多東西你有什麼即他會幫你丟最好的東西咯他不會令到你蝕底啊還有有些中間人有些有個橋梁這樣咯他打前你打後是啊是啊他就負責幫你 找客戶找 job 跟住他接咗翻嚟就你去演繹去或者我會咁樣講嘅因為一個好嘅經理人咧佢會幫你安排曬所有好好嘅嘢一個令你喺一個好好嘅環境啦條件啊 condition 裡面咧去只是你需要盡你的責任去做好你的工作而已無論是你去到演戲啊、去到唱歌啊或者你去表演一些項目的時候你只需要很安如果有一個好的經理人的話你就很安心地去盡自己的本分去做好自己的事做好自己的專業你有你的專業他有他的專業是啦就合作沒錯啦那好像我這些孤零零嗰啲 freelance 咧，就即係 marketing 又要自己做啦，宣傳又要自己搞啦，揾客仔又係自己啦，好深嘅就啲客仔自己聯絡我啦，都好辛苦，都好辛苦。啱啊，咁你要揾試下努力啲揾呢一類嘅朋友。嗯，冇錯，其實都有啲嘅。雖然我冇好 exclusive 咁去簽某間公司，但係一路長年累月咁樣工作落去咧，都有一啲夥伴係成日都合作開。有些新客户又會找你啊咁樣，即可能有些 agent 佢都自己接開幾個客户啊，呢個客户其實中意你嘅喎，都會繼續幫我哋接 job 咁。咁嗰啲就是你的好朋友咯，變咗。嗯，啱啊。咁今集翻嚟，我又講下我的第三個好朋友啦。第三個好朋友。咁未跳落去呢個好朋友之前咧，咁可以同電視機旁邊嘅觀眾介紹多啲我自己嘅先嘅。好啊。等朋友了解多啲，咁我就講下自己個名先。我是 Raymond 律師啦，中文名係我叫澤律師啦，係澤律師。咁啊，做咗都接近20年律師啦，計埋實習啦。我2000年正式香港做律師，咁而家18年即係做咗18年咯。咁但係咧我又唔係默默咁做嘢嗰啲人嚟嘅。即是我是很喜歡玩的是 work life balance 那些 friend 來的不是的直情是 life 多過 work 我是 life 多過 work off hook 的了真的 OK 認我的人知道我又喜歡跑沙漠啊危行者行過十幾年啊跟住呢又知道我喜歡拍照啦即是周圍去拍照去旅行那些照片很漂亮的所以呢我是玩多過做的以前玩了咁多年呢其實公司呢即自己的工作呢都經過有起有落試過呢去到一個地步呢公司的同事呢秘書呢說、你都不認真回來做事的你都不是做的老闆不用做你給點心機做一下事啦老闆這樣幫我們找多一點客老闆老婆呢又會說、你都你都不給多些時間在家不跟啲子女好好溝通你跟我都沒得溝通的了你這樣 OK 剛才我說過人生有起有落的嘛落的時候知衰了開始
不敢去那麼多玩啦、嗯、那乖乖地留在公司做事啦、嗯、我以前不是的，我以前呢拍照拍到呢早上早上半晝工，下午就去了拍照公司放了一些相機啊、腳架啊在這裡，全部器材啊，器材啊，其實是一個副倉來的公司、啊、那天一亮就衝了出去拍照啦、啊嗯啊啊、跟著又放假就不敢周圍去啦，不敢約朋友周圍去啦，留在家裡啦、嗯、陪多些家人啦，樣陪多些啦，樣齋陪坐在旁邊，對啦，跟著呢那些公司同事和太太呢家人呢就會說你是啊是在這裡咯，你的人在這裡，你的軀殼在這裡咯元神出竅很厲害的咯你的靈魂不在這裡咯、嗯、真的很難服侍的，我發覺真的我想說呢 這一類我的第三類朋友呢就是我太太，嗯，為什麼呢？她是你的精神支持，我太太即是我老闆、啊、OK、啊、老闆已經變成老闆了，咁咧就好難服侍，因為我發覺我就算逗留喺屋企多，或者我逗留喺公司時間多，都俾人 complain 我唔係做得好嘅。嗯。但我又覺得哇，我以前係唔留喺公司嘅喎。係。我以前係唔留喺屋企嘅喎，我而家留喺咗咯喎。咦？咁你留咗喺多咗喺公司，你留多咗喺公司同留多咗喺屋企，對嗰件事有冇咗先？即係你喺公司會唔會業績勁咗先？喺屋企會唔會屋企人相處融洽咗？未有咯。咁咪就係呢個嘅得個質啊，唔係，仲要得個殼啦，就冇裡面嗰個要嗰個重點嘢啦。喂，但係有時，但係有時又咁喎。你諗下，我頭先都有講過，我之前嗰兩集都有講過我啲好朋友噶啦、嗯。你睇，我上法庭嗰陣時咧，就有啲好朋友法官。嗯。嗰啲法官有冇耐性嘅？零。咁已經係對住佢，即、就、係、是、要好謹慎咁樣，客客氣氣、恭恭敬敬咁樣。佢冇耐性就得，我就唔可以冇耐性噶嘛，係咪？摸清佢嘅脾性。跟住離開咗法院，對住嗰啲第二類嘅好朋友，嗯，我又要攞無比嘅耐性出嚟。佢發癲就得，我唔可以對住佢發癲嘅喎。嗯。咁你諗下，一日翻工乜 Q 耐性都俾曬佢哋啦。嗯。咁翻屋企仲有咩耐性？是一般香港男士的通病都是這樣，要是回到家就火爆哥這樣，對著兒子不斷罵，這個人不滿意，那個人不滿意，因為他在公司不能罵的嘛，大哥可以發泄一下，他在公司就最卑微的那個了嘛回到家還是最卑微的那個，嗯，要是就回到家好像死魚一樣，嗯，很累了已經，用完一粒聲都不想出，嗯，那所以真的沒什麼耐性。咁你點解決呢個困局呢？死攞一條啊！點死攞一條啊！咁點解你會覺得你老婆係你朋友啊？變咗你個老闆咧，佢係咪精神支柱咁樣令到你有改變？那個其實嗰個都嗰、那個情況都幾唔開心嘅，因為頭先講過，即係就算我知道自己做得唔好啦，咁做翻好啲啦，但係做極好啲咧，喺工作又好在屋企又好，都係仲係俾人哋責怪咁啊！嗯，喂，我已經冇教腳噶咯喺公司，咁但係公司啲同事都覺得你做得唔夠好咁。然之後咧，咁我就冇乜投訴，我又冇得投訴啦，仲有得投訴？你咧投訴仲已經得個學翻嚟噶咯。咁你話我做得唔好，咁你話我同小朋友唔夠溝通，或者你話我同啲客或者對於公司嗰啲工作未睇得夠緊，嚇、嗯，咁、啊、你話我邊度唔好，咁我咪再深呼吸，吸曬佢，再聽，係，再聽，你再講我有啲咩提點，我做得唔妥嘅地方，我咪再做咯。嗯，即係又多個客仔，你覺得？我公司啊，點樣對啲客户未夠好，或者我對啲工作未夠緊張嘅，咁咪再睇得緊啲咯。係、嗯，對於小朋友唔夠溝通，咁咪再溝通多啲咯、嗯，再付出多啲咯。嗯，咁但係默默地，其實我都唔知道自己做得啱唔啱嘅。嗯，但係咁啊，慢慢咁做咧，咁喺屋企又有啲化學上嘅改變，係喺公司又有。
化學的改變。是原來公司同事又覺得啊，真係老闆係唔同咗喎。哦，即係你有改變嘅，真係唔係寫快坐嘅。係啦，唔係得個軀殼咯喎，而家個靈魂都喺度咯，有用個心去做好啲嘢喎。啱啊，呢個就係 point 啊！我啱啱都想講你嘅頭嗰兩個朋友咧，無論對住你嗰個法官啦，同埋客户咧，其實你都俾個心出嚟嘅。雖然呢一個係咪真係發自內心唔知啦，但你都會奉承佢去。真攞個心出嚟了解佢哋嘅需要，但係你翻到屋企同埋喺公司咧，你就冇攞個心出嚟去了解你太太或者小朋友嘅需要，或者你同事嘅需要咯。係啊，係啊。我講得係冇啱。一個好大嘅轉變就係，因為可能咧，我發現咧，即係我以前咧已經 sidetrack 咗好鬼遠啦。嗯。即係走到好鬼遠，即係距離個公司已經好遠，或者距離個家庭好遠。咁你就算用力咁樣行翻翻去咧，你只似乎出咗好多力，咁但其實你同你屋企嗰條路咧，仲有一段距離嘅咯。嗯，咁係唔夠嘅咯。咁要再行，再俾多啲力。你要了解嗰邊嗰、那個呢、這個係需要啲乜嘢嚟配合咯。你配合得到，你真係deliver 得到你個老闆要啲乜嘢，或者你啲夥計要啲咩？其實那些不是奉我夥計咯，都是我老闆來的咯。對啊，我剛才都想即刻想到就是原來你那三個朋友呢都是你的老闆來的，其實你都是需要哇，原來我一天都是老闆來的，需要湊的一天都是老闆來的你居然會用朋友來形容他們都挺有趣的。喂，那如果你不當他是朋友，你只是當他是老闆，我覺得是不如問下你朋友的定義是什麼？好折磨的嘛，那你當他好朋友就更舒服一點。哦，是不是？那變成不知不覺呢，那同事想我怎樣，想我怎樣即係招呼啲客啊，想我點樣招呼啲 file 啊，想我點樣睇緊啲嗰啲工作，咁我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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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事做得唔開心嗰啲嘢，我又去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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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慢慢同事就覺得我靈魂喺度啦。嗯。咁老婆覺得我喺屋企邊啲嘢唔處理，邊啲仔嘅嘢唔處理，邊啲屋企嘅小事唔去處理，咁若果我又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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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咁我老婆又覺得我的靈魂都在度嘅。係，誒你有付出喎，有為屋企同公司付出。係咯，咁當你身邊嘅人覺得你做得好咧，咁你嘅日子就會過得開心啲咯。因為冇怨天在地咁樣，即係冇怨天怨地咁樣對住你。咁你佢哋覺得你做得好啲嘅，咁可能又有啲正面啲嘅業績咧。都係嘅。係咯，咁我咁精神同肉體都付出喺公司。咁公司嘅業績又好嘅喎，哦，咁相對嘅，自然係好嘅喎。咁家庭嗰個關係又會好喎，又會融洽咗嘅。咁你咁樣做咗，你會唔會覺得你個 workload 增加咗啊？其實唔會嘅咯。哦，咁就最緊要係呢樣啫，你唔會。其實又唔會。O K， 你已經接受咗啦，你已經接受咗啦，你唔係覺得俾佢哋湊下啦。所以咧，做人要做得開開心心嘅咧，亦都唔係好複雜，唔係話要好複雜好複雜，即係你只要滿足得到你身邊嘅人嗰啲要求。首先自己不會有個抗拒感先啦，唔會覺得哎呀呢段屋企又煩住我啊，公司又煩住我啊，俾我唞下氣都唔得咁樣，你就會好難好難開心咯。但係你而家做得好舒服喎 ，feel 到你，你好似覺得好都唔係㗎，都係平衡㗎，都要好似三個波，好似雜技人咁。咁你會唔會覺得自己嘅時候係最舒服嘅咧？自己的時候你會不會需要獨處的時間，或者自己去一下旅行？不會的，一定很舒服的。那個時候才是最舒服的，不需要湊任何人。又不是最舒服不可以說最舒服，不過有另一種，因為都需要 你要照顧你客戶、公司、家人，你都要照顧你自己的嘛。是啊，你自己都是你自己都是你自己的老闆，你都要照顧他的需要。是，即不可以沒有了自己，我覺得對嗎？嗯、所以應該是四個朋友的不過我一向都好，我一向都好識得照顧自己的了，應該是不懂照顧身邊的人。一開始太懂得照顧自己，只照顧自己去玩自己喜歡的事。是的，那是時候還咯有那麼久風流就有那麼久什麼的了但我聽到你其實現在都開心的，開心開心、恭喜你找到一條出路走翻去條正路咯。啊，走翻去條正路都啱嘅。我自己都覺得身邊嘅人係好重要嘅。
但係我會咁樣睇，如果我當佢哋係朋友，我會稱朋友咧係一種好舒服嘅感覺咯，同佢一齊唔會有壓力嘅，唔會係我一定要為佢做咗啲乜嘢而去取悦佢嗰啲。我覺得係 balance， 唔係取悦㗎啦，其實係你幫到同事解決同事嘅問題。或者你幫到法官去解決法官的問題，甚至乎客户的問題，你的客户一樣會對你好，你的官都會對你好，他會給多額外的容忍你，你犯錯客户會體諒了你，因為他信你，他對你好，他知道你對他好，所以這些關係都是相輔相成。即刻成件事又順利好多，又圓滿好多，係啦係啦 ，every party 都開心。係啊，好啊，好，多謝曬 Raymond 律師同我哋分享咗佢三個朋友啊，大家都知道律師有啲咩辛酸同埋開心嘅嘢啦。好啦，咁我哋今次呢一 part 嘅節目咧差唔多，下一 part 快再見，拜拜。